探讨每一个念头的生灭和延续，也让我们对身心有充分的理解。智慧的开展从我们个人的身心做起，而能真正内观身心与了解身心的一般人多半没有仔细的去思维去探讨过。如果能深入了解楞伽经，以楞伽经来引导自己内观，就能了解一切佛的心要都在此经中。楞伽经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一切佛语心，就佛所说的法里面的心要都在楞伽经里面，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啊，我相信只要听了就懂，只要懂了就能修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时间，那当然很欢迎大家能够来古莲寺走一走，也熏习熏习啊。我们都是找那个假日啊，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10分。那我们在这边也每一个月都会办一次的二日禅，那二日禅其实也是用这个法理，然后融入在每一支香里面，让我们2天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的身心。那当然每一次的改变都是有限的，那积极这些有限慢慢就可以从量变变成质变啊，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古莲寺短期禅二至87年来精进行者不下1000人，参加过的修行者莫不感到身心受用，获益甚多。按照往例，每月定期于第4个礼拜6日举行精进二日禅，寒暑假期间更扩大为禅5、禅7，祈愿大众能在道业上精进不懈，圆满成就。法界新闻蔡孟章、吴清玄高雄采访报道。